2019年 DSC 第12条，笑笑笑，feel sell 啊笑，听人学咗咁耐 cam，出电子嗰边系 RNO 嘅，咁即系氢气定氧气啊？系咯，咁即系入氢气咯。Y 系 O 系 O，搞掂做完系嘛？我上呢条咁快做完 ，primary cell 呢个好嗱荒谬嘢啦，第一个系咪啊？呢、这个咪 primary cell 啊？primary cell 即系冇差嘅咯。咁呢个系咩嚟噶？即系属于边一类咧？冇讲过嘅，唔知喎。其实啱诶，其实呢个系啱，有似唔啱，有似唔啱，有啱，唔知啊，唔知属咩类？交叉先啦，咪问号先啦。Anna 系 decades，Anna 系 decades 嚟嘅，系嘅，啱啊。咁但系都唔知啦，因为嗱，大家识少少数学噶嘛，佢话唔错啊嘛，咁即系大部分系啱嘅啦。下边咁又当呢个啱咗先啦。C X 咧就可以 fractional distillation of air 啱啊，氧气啊嘛，可以话 X。The equation for the change at B 咧就系呢条式，B 睇下 B 啦，B 度 B 氢气喎，错咯。但等等。等一停你先，我惊大家唔记得晒 fuel cell 嘅 equation，我写一次俾大家。入氢气再加碱咧，会 lose electron 嘅。写到，我惊你唔记得啊。两个 water 出两个电子，左手边话俾大家睇啊，话俾大家睇，我哋入啲氢气落去，跟住咧掂到我哋嘅 OH 负，去咗呢边，OH 负去咗呢边，跟住咧呢两个夹埋咧就会废电子噶啦。跟住咧，啲水咧就会形喺呢个棒度形成水，啲水咧就吸咗喺左手边。咁左手边咧会有三样嘢：第一有水，第二有电子，第三有氧气。所以咧就系 O2 加两个 water 加四个电子出翻 O 四个 H 负。所以答案咧，嗱呢条咪系咯，A 都荒谬噶啦，原来 D 仲荒谬，D 完全都唔系我讲嗰啲嘢。圈十二多。